初这个一开始选克兰德是希望能够补强内野的一个守备。嗯，那守三垒没有问题。嗯。鬼棒落空，走到外角，三振掉了第六棒的 Cody Kirkland， 也结束在一局上半和库的进攻，但靠着许智峰的安打率先得分，1-0领先。